亲爱的弟兄姐妹，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嫦娥跟后羿分离了，因为缺乏了爱。我们需要爱，只有在爱中才能圆满。夫妻需要有爱使它圆满，人与人之间需要有爱才能和谐。我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这个教会里头一同经历上帝完美的爱，好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家庭越来越美满。愿上帝赐福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请记得啊，不是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日后继续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彼此认识，我们一同来经历上帝的爱。愿上帝赐福你和你的家。